如果係中長線，你自己心水比較邊只？其實我自己就幾中意中銀香港嘅，即係2388嘅，因為始終本身佢嗰、那個。息啦，如果你真係睇，其實佢成五厘幾係算高嘅，即係你唔好比內人啦，即係如果你比起本地銀行或者納埋啲國際銀行嚟講，佢算高啦。二嚟，我覺得以翻佢嗰個業務長遠，當然大家都係受惠翻個息差因素啦。但係二嚟，佢更加多一啲即係睇個地方就係譬如內地嗰啲跨境理財通啊呢啲因素，我諗對佢個幫助性會比較大啲啦。咁再加埋如果以翻估值嚟講，其實佢就特別比埋只恆生都仲要低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只係值得考慮嘅。咁啊呢啲位其實都可以開始去留意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有機會再落翻低啲，譬如翻22.5呢啲位附近嘅，我諗到時先考慮再加，咁會比較合適一啲先。係好。